世界上最经典的汽车广告，一辆跑车在隧道中疾驰，突然方向一变，沿着隧道内壁来了个360度大旋转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2010年，奔驰为了宣传新发布的顶级跑车 SLS AMG， 拍出了一支惊天地泣鬼神的神作广告。他们请来了当时 F1 七冠王舒马赫为其代言，还封锁了一段山路。工程师经过精准的计算后，搭建了两个斜坡。只见舒马赫驾驶该跑车，一脚油门持续加速，突然冲上斜坡，螺旋升天，跑车在隧道内壁旋转360度疾驰。广告一经播出，轰动全世界，同时也为 SLS 跑车带来了巨大的销量。这支广告也被称之为永远无法模仿的汽车广告。下面这条现代汽车广告可谓是爱心满满。一个小女孩十分想念父亲，可父亲在空间站每次工作都是3-5年，根本见不到面。于是小女孩想在沙漠写下几个超级大字，让父亲在空间站可以看到。现代知道后非常感动，工作人员立马操守策划，然后安排了11辆现代汽车在沙漠疾驰，写下一个个英文字母。最后父亲在太空看到，并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。不得不说，现代的这条广告太暖心了。